20岁女已经拥有一个小巨肺，有韩国 Adele 之称的 Lee Ha 日前就来了香港举办她首个个人的 showcase 了，一起看看她当日在演唱会上面深厚的演唱功力先啦。他仲好有诚意，为歌迷带嚟一小段嘅小幸运添。识到呢位 Big Bang 小师妹唱现场嘅震撼力未咧？最后听下 Lee Ha 同大家讲乜？大家好，我是 Lee Ha。저희아이들도알고싶으시다면 BUK1 타오티오 채널 고정해주세요. 화이팅!